承认你吗？我做的有我自己的时间吧。他就是抱怨你呀，永远只顾着享受自己的时间。叶薇告诉我，你很会照顾他，很会安慰他。你笑什么？没有。你觉得很惊讶吗？没什么，只不过她毕竟是我女儿。我很惊讶你能把朋友这个角色演得那么好。要不然怎么办？难道要我告诉他，尤为以后什么事都不要来问我，因为我曾经是你爸爸的情妇，而且长达十年。尤为实在让我头痛。他还小嘛？还小，都二十了，还是这么幼稚任性。很多好人家出生小孩子都是这样子啊，只要懂得投胎，就算任性幼稚一点也无妨。吉有威的本性并不坏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不必急着替你宝贝女儿辩护，我有什么资格说她坏呢？其实坏的人是我。没有那个意思，何必像刺猬一样啊？像我们这种没有好爸爸保护的人，只好把自己变成刺猬保护自己啊。我了解你的过去，你要把它忘掉，很努力的去把它忘掉。你看看现在你已经脱胎换骨，完全自由了。忘掉？嗯，你说的倒简单。有什么手术可以把心上的烙印变得无痕无踪呢？真这么想？过去的十年你很痛苦？嗯，不，你很大方，而且你真的对我很好，也只有在你面前我才可以说出一点点的真心话。最重要的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重新发给了我一副好牌。哦，也不是完全靠像叶薇天生手里抓的一副好牌，可是他却不知道该怎么打。你下了赌注，而且完全没有辜负给你的这一手好牌啊。你知道当年你实在令我很惊讶。不要貂皮钻石，只要我供你读书。我还记得当时下了大雪，你也不肯旷一天课。毕了业以后也要求回到公司来从基层干起，这不七年了吧，你有了今天的地位。能干，身居要职，如今谁敢不看重你啊？嗯。可是，我常常梦见，我还只有十八岁，除了绝望，一无所有。反正，就算是赌输了，情况也不可能更坏了吧？于是决定，把自己交给你。我说
但是别无选择了。有，我有选择，我可以四处打工，看别人的脸色。我妈妈可以听天由命，半死不活的。讨了一碗禅粥剩饭，母女俩分着吃，这是我们穷人家应该忍受的命运。可是我真的累了，因为我贪心，我要了更多，我想要出人头地，我想站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把它踩在脚下。可是你成功了。不算什么，我只是懂得把握机会，善用时间，在你还没有对我厌倦之前啊，赢得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哎，当年我们分手不是因为我厌倦你了，是我们的合约到期了。嗯，其实我们当时是有感情的。嗯，只是为了守信用，我应该让你走，为了你的将来，我更应该让你走，知道吗？你对我的好，我明白。可是有的时候，我还是会为你担心的。担心我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你是不是从一进这家公司开始，就要别人叫你孟小姐？是啊，在这一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个洋名字，叫来叫去的，没大没小，而且啊，尊卑不分，我非常的不喜欢。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了，我是怕你为了弥补你自己受伤的自尊，为了要扬眉吐气，为了要做一个比别人都优越的人，自己拼命的逼自己往上爬，往上爬，林俊，这样太累了。我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。嗯，可惜一直找不到一位可敬的对手。哇，你这么爱打仗，连挑老公还要挑一个可敬的对手啊？啊？我已经习惯打仗啦，不打仗，我不会活。可怜的孟小姐。刘威，恭喜你，你赢了我们的打赌，这一仗你赢得很光荣，虽然我输了，可是反而更为你感到高兴和骄傲。你以为爸爸真的不理你了，不管你了？那可是真的太傻了，因为爸爸心里情愿输给你，爸爸真的希望看到你的成长。爸爸是个生意人，擅长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对待不同的人，可是我似乎就是不擅长好好对待我最亲的人。我一直觉得你还小，爸爸跟妈妈之间的事不是你所能理解的，因此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没想到在不知不觉里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还恋爱了。身为一个粗心的爸爸，不但令你吃苦，同时也是我莫大的损失。今后爸爸会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，因为我相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永远爱你的爸爸。